我们能看到前面吧？我刚才这一路光华街，现在是刚才这一路下来，我就看了吧，四川街。我们过这牌子就到四川了，是吧？现在是离开重庆了哈。这边就属于四川了哈，重庆也属于四川，但是直辖市嘛，嗯。啊，我们到四川了啊！看看下一步我们是怎么研究的，行了再说。现在这边是属于大竹县吗？大竹，我看这写的是这个大竹的。